耶稣当时对马大所说的，也是对历代历史教会所说的，也是今天对我们这一班所说的。你信吗？我们的主他是说是复活的主，生命在他，复活也在他，信他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他的人必永远不死。这话就是指我们的灵生命说的，不是指我们的肉体说的。现在接下来要主入群献上献上献主献上诗。